好，观众，欢迎来到 Twitch Arena 频道的每周四晚间收看《星海争霸》的项目的星空竞技场 Starry Arena。我是今天的主播 AD， 我是赛平 Top。我们前面的两个 match 哦已经进行完毕，紧接着呢是今天的最后一个 Boss 三，我们高强度的对决，有一叉一叉得第一，要来对上的是虎甲救威。看一下我们目前的进度啦哦。前面两场都是2比0啊，上一把其实很遗憾啊，很可惜，这个塔拉波玛差一点就有机会把这个胜场给留在手上，但无奈细节上面还是处理到没有到特别的好，主要是 timing 点过去了，没有办法把击败这个今晚来点地狱拉面，那就是由对方啊是2比0啊拿下今晚的对战。那紧接着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高强度的对决，这两队一叉一叉跟虎甲久违 race 以及就以大腿之争，究竟谁能够胜出呢？就来看一下双方的那个表现了。对，大腿之争可以吧？这个礼拜 race 带了两个跟上个礼拜完全不同的队友，没有错。他这礼拜带的这个是 Aries Rush， 对不对？我们俗称的假球。对，然后这个还有带一个这个 Carol， 对不对？然后这个就以这边他们这个好像有换一个队友、啊，换一个换了一个，这个看起来有点实力的队友哦，真的吗？真的有点实力了，是不是？4900分，对不对？至少也还是有个大师嘛，对不对？他们在介绍的时候好像是直接称呼他为香港神帝，我是觉得是把比斯托克摆去哪里？没关系，他们叫香港神帝，我就称他为香港神帝，没有什么问题吧？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啊，他们这个香港队还是要给点尊重的，好不好？就以上礼拜是带了那一个，不是就以带啊，我每次都讲错，他们队长就是 Sleepy， 因为就以带，就以只是他们队伍里面的一个菜鸡，好吗？好，就是菜鸡。他就是里面那个最菜的那个，对，每次都五分钟之前就被打死了，没有错，对不对？没有错，毫无抵抗能力，毫无抵抗能力，一点用都没有，就是 Go Go Joy 这样子不行啊。上礼拜是带了这个 Ratina 啦，是个人类，那这礼拜呢是换成了 Twisted 哦，这个神族选手，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一下他今天会不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战术或是表现，可以来看来为我们展现一下。这张地图，很难得的是选择一个不一样的闪击回防。现在上面这部分可以看到是我们的虎甲救威，我们 Team GB 战队 GoGo 救伊。那在救伊旁边的呢，则是今天刚加入，不是刚加入了，今天这个来和救伊跟 Sleepy 一起出赛的Twisted。那另外一边就是他们的队长 Sleepy 啦 ，Sleepy 也是有开第一视角实况的。那下半部的话呢，我们依序介绍，就是上礼拜也是每一场腿都一定会断掉的，我们的 Rex。好，旁边呢则是从凯文流 Kevin Liu 换成的是 Aries Rush 黄色人类，最后一家橘色的是卡罗，这是今天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阵容的 Rex， 一叉一叉得第一。Rex 自己有讲过说，他希望就是他们加入他那边的人，至少都可以打到一场。佛心，佛心，好不好？这么佛的实况组难以找。对，那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对不对？这个比赛本来就是打一个比较趣味性的。对，胜败老实讲，真的不是重点，因为那个老实讲啦，奖金也没有很多啦，你几个人分下来也没有，也分不了多少啦。早知道就把奖金开少一点啦，我看你们还抢什么奖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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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玩，那么 serious， 对，我是 Rex 一直在嘴炮。主要是那个啊，主要是大家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让那个实况组跟观众之间可以有更好的互动的一个比赛，对不对？这个本来就是要让大家好好的跟观众互动交流一下，没有问题的。嗯哼，没错，就是希望他们是不是私底下是不是就以还在那个边打，然后边在 Race 的聊天室里面嘴炮？有可能，我要去稽查了，纠察队出发，
就大队出发，出发！哎，我们这边卡罗搭着这个艾瑞斯的两只死神跟两只教士，第一波进攻是已经来马上来到 Sleepy 的家里面。Sleepy 的家里面只有寇虫啊，孤单一个人，好像哪里怪怪的。第二只后虫也出来了，有没有其他队友？Joey在哪里？Joey，你们家要不见了，Joey，不要再看了，再看要出人命了，出事了，出事了，完蛋了！Joey的狗呢？完蛋了，出大事啊！Joey，哎，Joey，米迪埃斗，你怎么做这一点点鸟蛋？那你不就要完蛋了吗？哇，对面这一波来的很凶、很快、很猛啊！这个 Aris 的 Rush 死神跟二郎都没有掉，开始在串烧 Twisted 的工兵。正面的话，其实 Sleepy 也没有太多的部队可以做防守。来了，先知剑来了，先知剑来拯救世界了，了吗？先知剑要不要戳？不要戳教室，你先戳一点。说你要先出狗，戳狗，戳狗，戳二郎也不错，戳火车也可以，戳火车也好，戳火车来了 ，Sleepy 的二那个蟑螂终于出来了 ，Joey 又要爆了，你看，不管怎么样，先打 Joey 再说，Joey 这个一半的装备都死光了，Joey 这边蟑螂出来，蟑螂出来，还行还行，我看一下到底死了多少东西，他死了七只的工兵，哇，在这个三 v 三的团战里面，前面死了七只工兵，还真的蛮不舒服的，家里面的教室还没有解决完呢、啊、，Sleepy 的家里面在着火，二矿也真的掉了。他没反应了，不要这样子，小力一点。阿妈，你那也无尴尬，阿卡玛的是要哪造？要哪造？东西都不见了。而且重点是，其实这一波 raise 是会有后续的、哦，他后面这个矿区都跟着开，甚至开到三基地了。哇，死伤真的有点惨重哦，现在。哎呀，现在最主要是，这个引刀，这个引刀，哎。天启、天启还没有能量吗？有啊，天启大哥，帮帮忙，造他！有了，还是有争议啊。另外一边 ，Sleepy 家里面好像也被砍哦，再造一把，再造一把，准确的救一下他。机会啊，不是啊，你要造了要打，造了要去杀他，造了要打，怎么又女人？完蛋了，你会隐形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全部都着火了，烧起来了啊！刚刚造完，现在没有杀掉，他又是一尾活龙了。Oh my god！ 他的隐形才刚提，我看这估计是忘记提了。他怎么有没有隐形的女妖过来？你在跟我开玩笑？没关系，刚刚这个卡罗的引刀其实也是赚了蛮多东西的，有干扰到。他还在砍，他还在砍，还在砍，还在砍， oh、还在干扰营运的节奏啊！这边 Sleepy 只剩下30人口，工兵二矿都不见了，有没有人要来理睬一下这个黑暗圣堂武士嘞？有二本好了，来来哦，这边开戳，戳戳戳戳一下，戳啊！第一把抬起来，那谁可以打 ？OK， 可以，包子爬起冲，包子哪可以打？哇 ，so smart！ 我 smart choice 哎，哦，这个先知连能量都丢开 ，Why you so smart？ 他比你还要聪明，比我们都还要聪明的吧？可以，还是是救一 Q 的，我觉得应该是他刚好想说把他抬起来，就刚好他应该也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是有这种事情。等下去听他的麦 check。好，这个人进，但是只有一只凤凰哦。四只先知越过这个缓速立场，直取 Rest 的黄金矿，扛着包子爬行虫的伤害，硬戳硬戳，但是后虫也来了，感觉应该是没有办法成功戳掉。哦，要爆掉了！哎呀，凤凰战机也被点掉了。哎，你这越过这些 BA 是真的有点太大胆了、啊。换个角度吧，哇！这里面其实，在一叉一叉得第一这里欣欣向荣啊，只能这样讲，赢得非常的开心。Aris Rush 这边甚至来到了100人口，大量的枪兵、坦克以及女妖要来配合这些其他队友的部队来做一波压制。那就一个 Sleepy 这里之后少得到非常可怜的蟑螂以及先知剑。先知剑其实没有，哎呀，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就可以把卡罗的人机给点掉了。哇，只有这些蟑螂应该是有点难守住这波进攻哦。看到了，压力很大，把这个机制立场点一点了吧，点一点了吧，没意思吧？还有扫描吗？还有没有扫描？哎呀 ，Sleepy 的蟑螂要灰飞烟灭了。不是啊，他 sleepy 了，你知道吗？他真的 sleepy 了。先知剑在这个正面上面来说，其实很难做操作啊，又有大量的追猎者，还有一些枪兵。这个时候凤凰战机的数量也不够，
重点是就义的蟑螂人口其实也没有很高，卡人口了。就义是他们队最高的人口，但是却只有90啊。对面是有两个100人口的部队。Oh my god！ 这个凤凰仙剑终于开始戳了，想把枪兵给戳光，但是后面还有很多追猎者怎么办？女妖也是提供非常大量的伤害。这个正面交战完毕之后，看起来虎甲就会要扛不住了，一叉一叉得第一，在闪击回防张地图上面要拿，难道要拿下今天的第一胜了吗？哦，坦克还架在后面哦，后续的兵也是一只一只接着跟着上来。完蛋了，那我们现在应该要问就义，你还有什么遗言吗？就义，你还有什么遗言吗？就义，现在你还有机会，赶快说。就义有话快说啊！你家都要没了，二矿被点掉了，上面剩着一点点少量的蟑螂，也只是能把这个零星的部队给吃完而已啊。但是后续其实还有非常庞大的。部队的数量在一叉一叉得第一啊，是百生虫啊，有一坨百生虫爬过来了，是不是？有一坨百生，没有错，是 Rex 的百生虫。哎，这个百生虫，你还在坚持什么？没错，要跟你最后一集了，你还在坚持？坚持起来，但我是不会留给你任何起面的。蝗虫马上就要降下来了，第一波交火 ，Sleepy 跟 GoGo Joy 的蟑螂联军。要打不太赢啦，虽然 Twisted 终于是把这个航空母舰给出了出来，但是只有一台，孤掌难鸣，没有办法回天啊，打出了拒绝，这个一叉一叉得第一，恭喜，在这个波扇上面是率先拿下第一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有点凶猛怎么感觉跟上一个礼拜的一叉一叉得第一，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我跟你讲，不是跟上一个礼拜不一样，是这个 Joy 感觉他已经放弃他的队友了。为什么这么早就放弃了？他就是不管他队友了。你看他这一把，你看他三次都在最外面，这一把终于在最里面了，对不对？我直接队友怎样啊？你们发生什么事了？不关我的事啊。啊什么？你说外面兵很多？哦，没事啦，忍一下就好了。我现在开始按，我慢慢按，不要紧张。你再等我三分钟，我三分钟之后我的部队就来了，你们先帮我 hold 住180秒可以啦。你们想尽办法，对不对？扛一下。不行啦，扛不住啦。这个 Sleepy 的跟那个 Twisty 的部队都还没有成型 ，Aris 他们一叉一叉得地的大军就已经来到他们家门口，是直接鲸吞蚕食。把他们的经济跟部队全数都破坏掉了，哎呀，非常的可惜。我觉得就义这边对不对？他们应该就要考虑打个，我觉得他们要变成主动出击的那一边啊，因为很明显就是这两个礼拜的比赛，你会发现他们都想当 M， 但我觉得他们不够 M， 对不对？不够 M， 他想当 M， 我觉得他们应该要转守为攻啊。我们要变成主动出击的 S，没有问题吧？因为这几场其实就看到虎咬就位这边都是选择一些比较被动营运的战术，但往往在营运开就是完成之前把部队蓄起来，之前就已经被打得很伤很伤了，就是节奏基本上都已经是被带着走的局面，所以真的可以考虑是不是要来转变一下，变成一个进攻方的角色试试看，搞不好会取得一个比较好成效，也说不定。然后就一下怎样？怎样？他是不是生气了？他直接不进来了。就快点，就快点，快进房。好，他们这边还有一位同仁还没有进来。Twisted， Where are you？ 帮我邀一下。还缺一个。那906说原来是在这里直播，完蛋，先 ban 他600秒。先 ban 他，直接台号。ban 他六百秒。台帽，他妈的，讲几次了？你跟我说原来是在这里，你是不是没有追随？我跟你讲，没有追随，对不对？你现在就给我把这个追随键按下去。盒子追随键那个小铃铛也请打开好吗？我们会跳通知的、啊。对啊，你他妈的没有按，然后就说，原来你们在这里直播。我靠，我怎么讲了老半天都没得听啊？先编600秒，让你好好去。那600秒要给你干什么？你知道吗？把你的耳朵挖干净，没有问题。
把你耳朵挖干净，把你耳朵挖干净，干净挖干净一点，对不对？你才会听得清楚我们每次在宣导，对不对？我们七点钟，我们今天会先在这里了，没有错啦。他这个通知我们一直在发，他都没有收到，这样不行哦、喔。还是不然这样子啊？我们下次你有没有在 Discord 群组里面？我们下次请 AD 推播的时候，我们特别标注906，除了 Everyone 之外，我们再一个 @906 这样子怎么样？要特别 VIP 哦，我除了 Everyone 之外，还要把它标进去就对了。对，我们要特别 VIP 标记它，这么神奇哦。好，然后让他跳出来，他下次再进来说什么？原来是在这边。我跟你讲，直接把他编掉，永编。600秒才要，没有，不是600秒，是永编。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哦。这张地图是来到了白水战线，要不是906没有上场，对不对？哎，太可惜了，连个观众都没有办法好好当，哦，太过分了吧？讲过头来，对不对？都还是906，他妈的，全世界在找这个最强外援的时候，你就他妈都说、不要啊，这个 好麻烦哦、喔，然后不打，还不打又不看，你真的是怎样？真的不打又不看，真是的啊！报警会报到一半，12点钟方向，这边是蓝色的冲击选手 Rex， 那在 Rex 的右边啊是卡罗，这边橘色的神族，橘色的神族。那在 Rest 的左下角这里则是 Aris Rush， 这边是一叉一叉得第一，在地图的右上角。那我们看一下左下角的部分呢，7点钟，是虎甲救威，我们勾勾救红色的虫族。那在救野左下角呢，则是紫色的虫族 Sleepy， 在 Sleepy 的左上角则是他们队唯一的神族选手是 Twisted。看起来是上一场 Twisty 想要把这个局势给扳回，他的空军其实多多少少在第一波防守上面还是有一点建树的，但很无奈啊，这个毕竟第一时间就一箭死不救啊，没有啦，没有箭死不救，箭死不救，真的很过分耶，对不对？部队都被吃完了就已经来不及了。这两个礼拜看到两个怪怪的男生，一个是看到女生见死不救，一个是说好不打女生，一直去打女生。真的哦，你这个观察也是很透彻哦，对不对？很细致。这是不是打星海的男生都这么狠心啊？受不了哎！啊，这个一个见死看到女生见死不救，一个说好不打女生，一直往家脸上啪啪啪啪啪啪打下去。我看这两个人很危险、太过分了，没错，怎么都没有人好好保护这个女玩家，我们女玩家这么稀少。你们的爱呢？你们这个保护这个骑士团的精神到底去哪里了？对，还是 Sleepy 其实会大声站出来说：“我根本就不需要那些人来保护，就你根本就没有在保护人的，你根本就没有用。你看他还在送狗，出来送四条狗是什么意思、不用就医了啦，我们不需要就医了，是啥意思啊？是出来送狗兄弟，侦查到一半就直接被吃掉了。”哎呀，没关系，但是这一波进攻其实跟上一场差不多的哦，两只教士搭配着两只死神，但是哦 ，Joey 这一场的两只后虫已经站到位置上了。给他一个给我的工兵一个活下来的机会，可以活下来没有问题啦。哦，这个好像有点冲动哦，是不是太冲动了一点？哎呀，卡罗的教士被吃掉一只，第二只也岌岌可危。等什么等？要等什么？说好不提老，没有，他没有提老布。他原来是他的王虫被杀了，是不是？在哪里啊？可恶！我刚刚没有跟他的王虫在哪里。我猜应该是飞过头，到人家家里自杀了。他想卡人口啦，40-36，好，把这个人口补上来，还需要一点时间啊，补起来。我们可以看到 Twisty 这一场要选择一个共振炫刃教士的部队组成哦，而且就也在爆蟑螂了，但是他卡人口了，就你不是最爱爆蟑螂的，你还卡人口？可以啦，卡个人口合情合理，还要打一波，他打一波了，什么卡人口？他还可以卡人口、哦，他队友卡人口就算了，他还可以卡人口，大腿不能卡人口啊，大腿不行。可以啦，等一下这个狗不要，到底是谁不要？
勾，想要做包夹，把这个部队给留住。哦，教师有做集火，好赶完，把对面的部队赶走之后，是不是要直接往前做一个移动，把压力冲啊，丢给对面呢？把瑞斯这块先端掉，端掉它。好，端掉它。哎、欸，狗帮忙一下，这样咬比较快哈。哎、欸，教室已经也慢慢蓄起来，但是兵营数量好像没有补起来，这好像有点可惜。而且他有 VR， 但他的人境好像还没有出。没关系，先把瑞斯的一个矿区点掉，要上去吗？这边部队很多。啊，好，不要照镜，不要照镜。对不起，对不起。误会。冷静，我们先回家，我们先回家。停火协议，哎、欸，这人家脸上变火上了。哎、欸，你过分了，你怎么又在人家变火？嗯、人家完蛋了，不要是 Blaze， 你就是这样输的，你怎么还敢在人家脸上变火上了啊？赶快走啊！赶快走啊！你上次打，你踩在人家脸上变火上了，被人家 A 光光，你还敢哇？砰砰变火圈，走不掉了啊！完了，脚很麻。哇，吃完这一波。哇，如果这个大军压力反推回去的话，就你那边可能很难打哦。就什么都没有了嘞，他那个蟑螂送光光之后，你看他的矿还开在下面，家里什么鸟蛋都没有，要怎么打？就以36人口，剩下这堆狗，我看这个要是不是要靠 Twisty 来拯救世界？那个教室要不要选择直接点工兵的？我来载他，操作一下，救他，你的伙伴们，你没有要来救他，是不是？他的人就直接走了，哎、欸，你们就在这里好好的反省吧。哎呀，你还不如去救他们。回家路上被谴责了，直接坠机，完蛋了，完蛋了！这个这边要怎么打？有点不舒服，而且跟你讲，等一下，你就会听到“啾”的一声，你知道吗？啾啾，对，那个，哎，不是“啾”，那个要怎么正确发音啊？还是“叮”啊？还是哪一个声音？什么声音？那个大群剑要飞过来哦，你要直接踩在脸上哦。是“咻”吗？咻是秀吗？不是秀吧？不是秀吗？是吧？肯定不是钉的、啊。那不然是什么吧？没关系啦，哎、欸，这边好像勉勉强强有办法扛住。战巡舰现在才正要准备出来而已。来，战巡舰要来，要直接飞脸上吗？还是飞矿区都可以？哎、欸，直接飞脸上。部队走这么散是不是 ？Joy， 我看一下战巡舰去哪里了。战巡舰现在慢慢才飞出来，他没有直接选择一个战术越船哦。哎、欸，后虫走得有点外面哦，你这个时候想回家？会有点尴尬哦！我来了，在哪里？在舅姨家里面，直接往舅姨家里面飞。舅姨这边经济其实已经很差了，要面对到这个大河，真的是有一点麻烦呐、啊。有三只后虫 ，Sleepy 这时候赶快来帮忙。对不起，把这个战巡给赶走。然后 Twisty 这里已经在转出双倍 VS 的虚空剑了，看能不能做点发挥。但是飞糖进来喽，飞糖来了，很尴尬，这个教室怎么办？这个教室选择 recall， 自己打成 recall， 哦哇，没关系，但是跑掉一半了。但是对空怎么办？这个对空，后虫，蟑螂打二郎，虚空剑加凤凰来打这些飞糖。哎，战巡舰没有死哦，其实还停在舅姨的家门外而已。等一下会去到第二台。就是、等一下，等一下射一炮那个大和炮就可以回家睡觉了。可以。哎，还可以吃两只舅姨的王虫，好开心啊！下面还有一只另外一个人的、啊，可以杀三只啊！哎，虚空舰也不太敢了，就因为主要是瑞斯这里有飞塔啊，在凤凰战舰还没续起来的情况底下。这个其实也是有点难做救援的哦。来了，我又听到第二台飞过去的声音是在哪里？直接飞在了 Sleepy 的矿区里面。那这边的话，虚空应该是可以来帮忙的吧？完蛋了，是怎样？哇！你们人家送你不用钱的，你们都不要哎、欸。哎、欸，这个比较贵啦，挑贵的吃好不好？欸、我们去吃到饱，那个被吃贵的。你不打，你去打那个，火车。对啦，火车那么便宜。要点就点贵的、哦啊，这是他一路逃跑还可以打这个舅爷在外面的矿哎、欸，哇！他还就想去偷开，然后就他一路往左上跑啊！舅爷的矿区开不出来，还没有取消。Oh no！、这个虚空剑想到了，他想到了，飞糖在甩，主矿被飞糖在甩，这有凤凰加后冲，操作一下，你可以的。哎呀，这个飞糖没有办法保住这个大河舰，那另外一边大河舰要掉了吗？两只虚空打不打得赢一台战巡舰？哦，有人在吸火力，好、哦，可以，变出，哎、欸，变出，不要，变出，不要，变出，变出，变出，
Let's go！ 哇，原本这一台不用死的，他白白牺牲了。看来是完全没有注意到的朋友。哎呀，这凤凰要保存得很好哦，不然等一下这个正面可能还是会是一个问题哦。哇 ，Race 已经在这段时间高达171人口的人口数啊。完完全全是领先这个护甲就会两个虫族加起来都没有一个 race 高，都没有一个 race 高，合情合理吧？合情合理，合情合理吧？毕竟 race 人家是台湾众王哎、欸，开什么玩笑？欸、一个虫族抵两个虫族哎、欸，不止众还很高，可以可以可以，很高的部分是很高的部分，我相信我也蛮高的、啊，三高，那你真的还蛮高的，你是高的有水准，你是高的有层次的。欸哎、欸，这个正面要被巨象推平啦，怎么办？就一个火蟑螂一直被打退，凤凰战机好像也没有太多输出，算是体力其实是有砸到的，但是后续的毒爆从 Sleepy 的毒爆好像没有办法能够发挥到什么作用，太多部队了，交战完 Race 竟然还有186人口，大量的大军是直接把。Sleepy 啊，虎甲就为这边彻底的碾了过去，这边还在苦苦挣扎拉出后虫，想要把这个巨象给点掉，但是地面下 Aries Rush 的坦克其实也是架得好好的，这个阵地已经站住了，情况是不会给你任何一丝机会的。上面虽然有一个地刺，但是对这个防守上面来讲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人口已经出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距，就已把最后一波金钱。全部变成结尾兽，疯狂的砸这个酸石体翼，砸得很爽啦，砸是砸得真的很爽，但是你也撑不过三秒钟，因为 Race 大军已经来了，碎裂往前甩，这边虎甲就会还有任何的部队可以做防御吗？坦克已经加在斜坡上，这边无奈最终还是没有办法，只能够大出巨举，我们的就已是已经逃难了，他的队员。还在苦苦的支撑当中哦，没有，不是啊，那个等号中间没有空白，我看得很不习惯。后面没有空白，你又很不习惯了。哦，这边很可惜啊，最终，今天的最后一个波三啊，还是由 Race 这边啊，1x1x得第一，拿下了一个胜利，2-0啊，成功带走了虎甲就位。哎呀！这一场的锅要摔给谁？你想好了吗？这不是啊，这怎么？我跟你讲，这队就只有一个人会扛这个锅、啊，就是周一啊。不然你不然你要甩到谁身上？我不相信有谁可以甩，对不对？我们先甩就甩周一，对不对？人家前面打一波还卡人口，对不对？档案不出来，前面就那五只，你还想干什么？真的耶，我想说他打一波，不是、啊、他打这一波，就是他最擅长的东西吗？这前期。蟑螂抱一抱，然后直接往人家脸上 A， 怎么可以卡人口嘞？这么关键的事情，对不对？虽然说他就算不卡人口，往上的话有机会把这个 Race 他们家的防守给打破吗？可能还是有一点难度，有机会啦，有机会啦，但不好说啊，毕竟但就是你卡那个人口，看起来就一点机会都没有。哎、欸，那倒也是哦，真是对不对？你卡了那个人口，54人口还是52，对不对？啊，人家瑞斯前面被你射，就跟你说等等，对不对？等等的人，那个人口都比你高了。等等你射了人家一只王虫，人家卡人口之后，人口还比你高，完蛋。那我们就对了，这个锅就给舅一杯了。舅爷，你还可能要扛六个礼拜的锅啊！你就是对 对，你要好好的，你要好好的撑住，我们会帮你加油的。真的，上一把就是才刚说完这边虎甲就会是不是要考虑就是换一下那个策略，采取一个比较主动的进攻方。哎，的确这一场是有这么一个打算啦，他们前面包含这个 Twisted 是使用一个共振渲染的教室。然后搭配就以的蟑螂一波，以及 Sleepy 爆了大量的狗，但成效真的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啊，因为就以卡了一下人口嘛，对啊，所以虽然是把 Race 的矿区给点掉，但其实也没有对对方造成一些非常实质上的伤害啊。那 Race 他们那边就是后续基本上营运都已经非常的茁壮，在中期那个交战，对面两家虫族人口加起来竟然跟 Race 一模一样。那基本就已经打不太赢了，你知道吗？就是已经出现一些太大差距了。那最后其实 Race 也是
那边也是非常果断啊，这个正面一拳，把护甲就会是彻底，拿下这场胜利的梦都给粉碎了。2-0，没有机会，可怜啊，可怜啊！就你的那个锅，我看是要越背越多了。你现在已经背了2个在身上了，对不对？你总共要背8个、啊。我们都帮你准备好了，对，我们都帮你准备好了。厨具，厨具，那个还是我们去找 Uncle Roger 赞助一下那个锅子。Walk， 炒锅子，对 对, 對，炒锅的部分 Walk。我们去找 Uncle Roger 帮你多多买赞助几个锅子，跟 Uncle Roger 联名 ，OK 吧？背锅达人，哎，没有办法，哎，很可惜啊，今天也是没有能够拿下胜利啊。这样可以，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总结，这三个 match。包含在第一局我们7点钟就开始打，由今晚来点地狱拉面对上灰379打抗，最后是由辉哥这边是2-0，比较大幅度的取胜。那今晚来点地狱拉面今天是个 back to back 的赛程啊，在第二局是对上了踏辣蹦霸，是顺利的拿下他们这次例行赛的首胜，2-0啊，让击败了对手。那紧接着第三个 match 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由1-1得第一 race 所领军的队友们啊，是击败了我们香港的队伍虎甲就威，一样是2-0的局面。哎呀，这是今天的赛程的部分啦。那总积分的话呢，我们这边人手短缺，应该是没有办法那么快速的去做计算。我仔细看一下，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 Nice 领军的黄金贼应该还是第一名的，因为他上个礼拜是连拿了4个小分，没错，2-0，所以他应该还是小组第一的部分。那1-1的话是，今晚来点地狱拉面是1-1嘛，那666夏威夷披萨是1胜，然后虎甲就会是2败，然后灰379打抗是1胜。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反正可以确定的是 ，Nice 目前还是保有一个第一名的领先，那就要看一下下个礼拜，例行赛第三周，双方应该会来场硬的。我们这边也可以顺便做一下赛事的预告、哦，下个礼拜我们又会回到晚上8点的准时来看一下这星空竞技场例行赛的直播。第一场比赛就非常精彩，是由这个黄金贼对上灰379打抗。厉害吧？这个精彩的，对，精彩的。谁会赢？真的哦，不好说。Nice 这边手上其实还有蛮多人可以用的、啊，而且每一个其实也都很多都是有宗师的资格嘛，对吧、啊？像上次是蛇蛇对不对？蛇蛇，蛇蛇，然后还有小白，然后队上还有 TNG， 阵容也是非常豪华。那灰379打抗就更不用说了。那么 BertOS、Lemon 以及 Kevin 十二 D 大师也是严阵以待。那第二个 match 的话，只是可以来看一下1-1得第一，要对上这个踏辣蹦霸，寻求本季的第二胜，在他那个1-1得第一这边，那踏辣蹦霸只是想要办法看能不能取得胜场哦，这一场也是应该是很关键的。那下个礼拜最后一场呢，就是666夏威夷披萨要对上的是香港队伍，目前还是一胜难求啊。究竟下礼拜会发生怎么样子？再请各位啊，一定要好不好追踪、追随这个频道，我们 Twitch Arena， 好好的给他来锁定一下啦。3v3的团战真的是比较少见一点哦，所以有机会是要麻烦大家好好的给大家追随一下。因为除了礼拜四以外呢，我们其他天也都有不同项目的比赛都在进行，都是在举办这个社区赛事，非常。热情热心的伙伴所共同去建筑的，所以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在社群上面的努力啦。好，那这边也是非常感谢 Tab， 我们也不用感谢你啊，我们等一下还是要见，对不对？等一下就是见面啦，我们等一下，现在9:20吧，对不对？我们10点再见。对，我们真的，我们等一下还要赶场，好不好？如果你是第一次在这个频道看我们转播的话，不要紧张，我们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才刚开始上班要打卡而已。因为等一下还有我们的 DreamHack StarCraft 2 Masters 秋季总决赛，就是在另外一个频道，其实大家也是不要错过。那最后呢，最后的总结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这次 Twitch 其实是为了让不同游戏的社群可以一起
怎么说整合，哎，我们团结力量大，打造了这个全新的频道，就是现在你们所看到 Twitch Arena， 哎，然后邀请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不同项目的各个社群的伙伴啊，然后一起举办各种赛事啊，这个频道就是属于哎热爱赛事的所有人，哎，欢迎就是各位现在从现在开始一起加一，如果你们之前都还没有看过我们的比赛的话，哎，一连七天，每天的晚上哎都有不同的赛事，千万不要错过。那我们这边星空竞技场礼拜四的部分呢，就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哎，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就晚一点 DreamHack 再见啦！感谢各位，我是今天主播 AD， 我是赛品 Top， 等一下见，大家拜拜。